并影响当地牧民，发愿不再杀生，沿途庄严佛像道场，供僧、施食、布施、挂经幡，积累福德资粮，并将一切善根善行功德回向广大众生，皆得四月欢喜，大乐自在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菩萨阿弥陀佛，人的生命一天一天在过，就像各位打开生命电视台电开销就在去，但是目的呢，就是希望我们的修行有法度进步。什么是进步？就是越来越无烦恼，没生气，没讲人歹话，没执着，进一步各位去关心厝边隔壁，关心别人，关心其他的众生，乃至该超度。所以希望各位体悟无常，多净化自己，也多关心生命电视台。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就是关心众生，就是护持佛陀的净化。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关心生命，更加关心您的心灵慧命。欢迎做伙护持这部制作经费，护持号码1996-5232，1996-5232，号码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春阳普照大地，洒落一地的银白，
微风徐徐拂过树梢，带来盎然生机。越过幽闭小径后，放眼望去，便是静谧又安详的梅山护生园。位于嘉义县民风朴实的梅山乡，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中华护生协会，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，林木葱郁，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，滋养着许多物命。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，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。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，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。当渔网围栏接近，狗儿们就愈加热情，此起彼落的叫声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，从四面八方传来。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，每只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，无不烙印在脑海里，令人难以忘怀。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，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，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。珍惜这难得的喜悦，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。梅山护生园中不同种类的牛群们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，像是黄牛、耕牛、水牛、乳牛等，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，有的牛儿张口大啖牧草、玉米、谷物等素食饲料，有的嘴里仿出食物，有的做谋谋生。被牛儿舔舐手部的同时，与之四目相交，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，欢迎着我们的到来。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，并维持园区的运作，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，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，秉持着佛陀的教法，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，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，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于此安享晚年，并且永续经营梅山护生园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。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，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。护持账号